早上好，一大早给大家录个视频，刚起床，还有点懵。以后这就是生活日常，顺便可以和大家聊两句，那么重启一下，让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 气泡音啊，就是早上没起床，就是没醒。没有清醒，还比较有点哑。我们睡床，这是我们的第三世了。我们看看我们能活到几岁啊？雷士大学是什么大学？电竞天才，绿色，斩情正道。我们正道一下啊，终生不恋爱结婚。那不恋爱结婚，我们快乐可能会比较少。那我们就，我是个电竞天才，然后我们长得好看一点，我们就是要非常好看，开始新的人生。那这个颜值大于八，那我们可以坚持点到八。智力嘛，智加一点，智力加一点，家境加两点，普通家庭，开始新的人生。我是个女孩，我怎么成女孩了呢？生活在农村，因为我家境不好，发成荒菜了，吃不饱饭。别人家孩子考上重点大学，我上小学，参家长。哎呦，我颜值很高，我有八点的颜值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好看。我好穷啊，手绘品。什么？我视死如从，我轻生了。智力5点这么容易轻生的吗？我这么聪明，我还轻生？哎，奉劝大家不要轻生，好好活着比什么都强。这还是很难受的，又是地狱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一金玉的。人生重启啊！我是不务正业的首富，喜欢首富啊，可以一键3连，感谢大家，拜拜，我们明天再见。